清一色新型装备，便能向灭蚊特遣队奇迹两千正式成立。在卑南乡公所广场举行誓师大会。今天呢，是我们卑南乡公所这一个定名为奇迹200，对抗黑蚊、病媒蚊杂草的一个消毒作战开战仪式。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队伍？ 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黑蚊子从北边的花莲已经入侵到我们台东来看热气球，实在太过分。那么把我们卑南乡呢各村部落，尤其是小孩、老人呢，真的是被叮得非常严重，创造一个没有病媒蚊跟没有小黑蚊的环境，谢谢。 为了有效防治小黑蚊增生，这支十人小组计划每天针对一个村进行消毒作业，整体灭蚊大作战将执行到8月份。乡民在哪里？灭蚊特遣队就在哪里。加油加油！加油！成功成功！成功！谢谢。 这个药剂桶总容量25公升，这次灭蚊药剂配比浓度偏高，希望能够将小黑蚊消灭殆尽。我们编制这支十人，因为正值我们春夏交替，所以小黑蚊居多了。那我们乡长也有鉴于此，那就成立了这个十人的一个灭蚊特遣队，奇迹2000。那我们跟以往的不同方式是说，像其他乡镇市的话，可能是做单一性的，就一次性的扑杀。那我们 不是，我们是每天一村，那做detail细节性的一个扑杀这样子，那是绝对是做到小黑蚊赶走，我们才做一个停止，那还给一个民众比较好一个生活环境。我们这样子一直执行下去的话，是维持到8月，那就是整个夏季都是在做这样子一个扑杀的动作这样子。 小蚊多很多吗？很多很多，很多。今年比去年多吗？我这乡钓界的心哦，改好哦。并没有，我这边哦，这当地米来对，来对中。我这回顺着这乡钓嘛也是呢。随着天气进入夏季，暑假将近，加上热气球活动人气不断攀升，游客逐渐增多。 及早防治，减少小黑蚊的增生，才不会让游客留下台东市小黑蚊产区的负面观感。东台新闻张家维编的报道。